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姬，谢谢大家打广告，看舞蹈就来九九山，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大家喜欢美姬可以点一下关注，手机用户视频左上角我头像旁边加号，电脑用户视频右下角直播室通知，大家把下面的爱心还有免费小花可以点一点，然后请大家挑一个舞蹈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喜欢美姬可以点一下关注，手机用户视频左上角我头像旁边的加号，电脑用户视频右下角直播时通知，
然后我们来选一下第二首要跳的曲目，谢谢大家小礼物。谢谢我们家小强哥，我来选一下。第一首《有时寂寞》，第二首《茉莉花》。没想看快的。来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。茉莉花吧，那就那就茉莉花了。然后这里的爱心大家点一下，这里的直播室通知没有勾的大家记得勾一下哦。这里的爱心大家点一点，感谢龙虾哥哦，大家把爱心点一下，谢谢哭。那就不认识了。小心被征服，我尤其喜欢它种下的茉莉花，那花香芬芳蔓延飘到我家。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悄悄在我心爱的家。带着初恋温度，还留着多年以前我写下的情书，翻开那一幕他笑得在哭，真希望时间凝固永远都不结束。喜欢他清秀的脸虽不夺目，说话是嘴角带小心被征服，我尤其喜欢他种下的茉莉花，那花香芬芳蔓延飘到我家。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
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不知道今天洗的一个澡就开始流鼻涕。感谢我家鸡宝，谢我家飞狗，谢谢兄弟姐妹小礼物。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，然后下一轮那个下一轮再给大家跳一些节奏快一点的，因为可能说这一轮的服装之类的会怎么怎么样，有点发挥的不是很好，然后下一轮再给大家跳那个欢快一点的，好吧。没有点关注大家点一下关注，下面的爱心还有免费的小花花大家都点一下。上一首名字很长，我不知道英文名，就15分钟之后还是我的麦序，然后会再给大家跳一轮舞蹈啊。心可保证，有时寂寞越是重。